个冰水，然后我们这里连冰箱都没有。我说那你来那么早，我们中国发展那么快，这20多年人家都发大财了，你这还都没发财。那不一样的，那看起的很多人也没发财，当时很有名的几家公司到现在不也倒闭了吗？这个资本市场就这样的呀。当年比如做手机的有家公司，台湾人开的，你也听到过吧？迪比特，当时我还买过这个手机的，现在不是没有声音了，对吧？叫迪比特，因为我同学去这家公司的，当时工资还开得蛮高的。那我胆子也挺大的，自己就敢跑过来。因为你感觉我不是坏人，你说你就觉得我把你拐卖。那万一现在坏人那么多，万一是坏人呢？坏人不会跟你约地铁站的，对吧？不会跟你去约公共场，跟约私密，约让你上辆车偷偷开到很远，这个你要这样想，你要分析一下。上次一个女孩还搞笑了，那上次跟我讲天天一定要跟我上班时跟我视频聊天，我说你不要跟我视频聊天，我旁边都一群。老板在，你要跟他一个女的视频聊天，那到时候他就想我这人不好好工作，对吧？那他说你不跟我视频聊天，说你有问题，证明你会不会是人贩子？哇，这句话讲出来会把我给雷到了。你直接把身份证发给他不就行？那不行，那我到时候他把身份证拿去做乱七八糟事情，我敢的？你又怕他出现？哎，对这个。这个虽然说现在坏人多，但是但你要你们，但是好人也多，你要这样想，而且法治社会，对不对？坏人好人，你要分析一下，是吧？就是现在，你只要是做了犯法的事，你肯定要考虑后果。那其实你现在不用考虑这他敢不敢做，不，你关键考虑自己这样去安不安全。你说我跟你去一个很隐秘的场所，对吧？然后我开车来接你，这时候你要当兵的，对吧？对。万一车一开跑掉出去了，就这种情况你要。有时候别人叫我上车之后，其实我也担心，说实话。那人家要让你过去的话是吧？过去的话，我一般没啥问题。为什么？我你叫我过去，我图我什么呢？对吧？图我什么？你说我又不是有钱人。那现在有一个敲诈的那个勒索的什么？那勒索也不要找我来勒索呀！你勒索都是大老板去，我没东西可以让你勒索，你勒索什么呢？对吧？说明我们不是坏人。你勒索别人，这个人腰缠万贯的，你去勒索他一下。比如刘强东，人家以这种事情来勒索他一下，对吧？这如果是刘强东是个边上没穷的，没钱的，这个女的干嘛勒索他？对吧？一般女孩肯定不会去想勒索你干嘛，而且还是你这个是捡的吧？不，哪怕就上床这种事情，我举个例子，他那个对方男的是个穷小伙。你跟他说有意义吧？没有意义的呀。他是刘强东，他是马云，他是什么王健林？那都是他有意义。那他不敢呀，那个块太大了，他啃不了呀。所以，我刚才是在校刚毕业的，刚出来的小伙子，人家没必要认识他呀，没有必要跟他下圈套，没有这个意义的，对吧？像勒索也有目的性的，不是说，对吧？你说要他器官啊，那器的这些目前卖肾啊，卖什么，对吧？那要找个那年纪轻的，对吧？身强力壮的人，对吧？他是大老板，说实话，我不是我怎么说，这边我帮你剃光，这部分好吧？这些，因为他是这点。
以前没想到卖的吧，但是想要剪的吧。我儿子怎么让我剪？我这次是偷偷的，还不知道。你老公啊？我儿子。好几年前我就跟他讲，我说我想把头发剪掉，因为我的头发也修了好多次。他心目中的第一个女生就是妈妈，然后慢慢是听说，可能小学的里面长得比较漂亮的女生啊，是慢慢对吧？你看妈妈是或者姐姐，你看妈妈是男孩子心目中第一个女生。这头发应该就也就上面的最长了，上面。你上面多？上面的最长一点，下面的时间特别长。他肯定这样，肯定这样的。你一看就是那个大学毕业的，很好沟通的。我们之间沟通没障碍。您有新的饿了么订单，请及时处理。您有新的饿了么订单，请及时处理。帮你剪完，明天我回老家。你明天回老家呀？你老家哪里的？浙江。浙江哪个近啊？不远。我是浙江的，当时考大学考到上海的，然后在上海落脚了。我本来还有机会去安徽的，但大学后来没，我本来大学填志愿填的中科大。中科大好呀。中科大好呀。我上中科大填了，但还没去。中科大蛮好的。中科大是挺好的，就在包河区。我那时候在河北的时候，就在那旁边读。中科大，我当填的是第二志愿。我是学习差的。没志向了，上学的时候上高中的时候就不好好上，就不想上，然后成绩特别差，然后家里没办法了，就学那个什么艺术类，然后其实也不是为了画画，就是为了能有个学校可以上。不，其实你这个什么，你说明当时追求男孩子太多了，我只能这么讲。对，是。是吧？你这样太多太分心了，那本来。要是按照这里这里把你们文化课程里面就是肯定上不了的，就是家里没办法，就你去学艺术吧，那时候就学美术，其实学美术也不喜欢画画，你就是为了一个艺术生的名额，不是第一。不过大家都知道做，还是浪费，还不如上还是应该好一点。上肯定还是有必要的。第一，整个你不上的话，比如很多学生你只能他要学历的，你只能在下面干。虽然说你其实说实话，有的在下面干活的不一定比你水平差哪去，但就是这是一个门槛，不能敲门砖。就说去了，有时候是干活，是工厂里干活的工人，水平不一定很差，有可能还挺高的。像我们老板他开的工厂的话，里面的。他没有那边的，都是要那个男的有力气的。工厂那肯定是，这个在工厂里干活怎样的？你们是工厂吗？我们老板开的就是那个两家餐饮店，然后一个工厂，但是绩效不怎么好。工厂为什么？他那个财务状况比较复杂，他要什么那个。有存货啦，有固定资产折旧啦，有厂房租赁啦，这之类东西比较多。而且他是日本人，也不好弄。这两个地方的话，日本人应该制造业还蛮赚钱的，因为他为了他比较精，他讲究经济性。我们老板长得又人高马大的，还挺帅的，就跟我爸妈年龄差不多，40岁吧。在中国那么多年，就是娶媳妇儿，也不要孩子，也不生，也不娶老婆。他说他就要一个人过一辈子。可能他追求自由愉快。但是他
其实跟他相处，跟他们这个人相处的话，就没有什么老板呀、员工啊这种。没有这种架子。啊，对对对，你跟他相处上班很轻松的，那对特别轻松，连上班就跟混日子是一模一样的。那其实也不好，其实。人都废了，就不想，就是安稳的状态啊，就不想那个。要是换其他工作啊，换或者到其他地方，估计就。其实我们人还是需要有点那个动力。在我们老板现在就说，在他这里就是属于养老型的，他养我们。那可能对你来说，他最重要是个忠诚度，对吧？是吧？到要换去。家里面有一家药算算你运气不错的，应该都不要了，因为他们有看也是看个渠道嘛。你直接现在理发店里，他接头发那么接头发，他你不知道我头发给他看他就能用的，他是在给我处理。你后面刮我帮你刮得很干净啊。片子你想要也帮你发，你不喜欢的我也帮你发了。这个 我没有强制性的。可以发给我，然后看什么我喜欢的。我照片拍的不是不太好，不过的话，你看有喜欢你的哈。这层要你要帮你再提光吗？最穷的话，我头发多剃光也没事儿。好的。我要不是头发多的话，我就不剪。因为头发太多了，我天天洗发累，而且年龄越来越大了，越大了，我觉得弄很多头发不好，压人。头发多不好压人？就重，就感觉好重，其实没多重，但是在头发里觉得，哎呀，得有千斤的。那你现在工资很高吧？工资不高。那毕竟得到付出还在成正比的。我真的，我那天上班就跟混时间是一模一样。我当时，我的朋友他特别好强，他当时刚毕业的时候去找了家公司，对吧？一个月给8000块钱，给8000块钱的话，他那关键是这家公司给8000块钱是怎么样的公司啊？就是。你上班8点，比如说在8点上班是吧？8点到8点1刻开个会，然后去打游戏打到下班，就这样的公司。他觉得这样才行，那样废掉了，和找一家月薪3000的公司去弄。然后等他那个他工资涨到8000的时候是吧？他原来那家开八千工资那公司啊，那帮人都20000一个人，还在天天打游戏，啥都不用干。你想得通吧？那他最后呢？我估计这个老板可能是为了洗钱，我猜啊，他家公司，不过他这样公司他要求特别高，他这个门槛很高，跟你这学历要求很高，他什么各方面都要懂，一样都要懂，但招进来就派用场，感觉就是，我感觉这家公司就是用来洗钱的。就是如果他最后的话，最后的那个最后肯定努力没到最后一次。说实话，人有你出息不出息是吧？一般20多岁可以看出来，到后面其实基本上你要很大出息也很难。大部分人啊，你不能说极个别。你看，大部分都是普通人，哎，对吧？极个别像你不能说。这个社会还是普通人多。那你说有钱的那是很多，但是更多的还是不要想那么多。你看，我同学，我现在毕业也有同学混得好的也有的呀，开公司去了，开了公司还上市了。那可以啊。哎，你开公司的时候，我明天去开馄饨店，我说我也可以对吧？
那没啥稀奇的，他能上市呢，就很牛逼了。你是离二号线比较近是吧？我离十号线近。哦，十号线近。那你平时你现在也肯定比较重视了，平时在肯定孩子的那个作业之类的，你管了吗？平时的话也没什么事。你要管他学习了，基本上。现在的小孩不好。哦，个性太强了，主要是九岁孩子可能现在属于那个性格有点叛，也开始叛，开始八岁开始叛逆是吧？有点，是不是比较叛逆啊？现在？就是叛逆吧，他现在小孩不听话，他就是每天在玩，你就给他一个手机就行了，他不用管了。那你要说不让他玩手机，他就。我让什么事都没办法让他做，就不知道该干嘛。就是属于说不听，说你说一半点，他又没有，然后说不得，他你说他也听不进去。你说他的时候，你给你顶嘴。他现在才八岁就戴眼镜了。是晚上睡觉时候偷偷摸玩手机啊？其实这样对小孩不好，就说因为他们之间没有交流。对啊，现在家里都是一个小孩嘛，你看平时也没有朋友，也没有什么的，那邻居啥的。比如说实话，你们出去吃饭，对吧？大家聚餐，但很多朋友家老人都好久没碰到，大家去吃饭，你孩子就一个人玩手机，就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，是这么回事吧？他就你带他出去吃饭，他就一边吃一边玩，或者是吃的时候然后就好好吃，吃完之后。就玩五分钟过不了，他就得找个事儿，就是看手机。就好像除了玩看手机的话，没其他事，没别的事儿了。彬彬有礼。咱们中国小孩就是，你看你去吃饭的话，我主要是什么？全都是抱着手机，或者家长喂。为什么？还有个道理啊，就是日本啊那边啊，首先大部分都是那，一般男的工资啊比较高，所以女的一般在家持家。而中国呢，男女工资都不高，都不高的话怎么办呢？那在男女都要一起上班，大部分家庭啊，然后怎么小孩能交给老人带？老人嘛，你知道很宠的，哎呀，对吧？那把脾气冲出来了，然后有时候呢，你说几句他，那他忙找老人做救援团，你也没办法，对吧？是这样的。而且他小的时候吧还好，现在他越大他就有想法了，你说了他不听了，越大越有想法，他不想讲。越大越不听，这个没办法。
现在什么什么想法了？是不是最好还想想，还是快点去读读大学，让我再自由一段时间，我可以出去玩？有没有这个想法？现在怎么讲？其实你要真没事干的时候吧，你就出去吧。你知道吧？上班的时候觉得没时间，不上班的时候就觉得，哎呀，你真要是不上班了，这钱花得太快了，没法出去了。那你没有有没有什么时间那么大，我想出去走走这些？等你有时间的时候，你又不想去了。不过旅游其实蛮累的。是呀，你除非说你那个预算特别足的情况，否则的话你出去玩就是累人的。说句实话，我跟你不瞒你讲，我前两天刚订了个旅游。5月4号准备出去。准备去哪呢？我现在取消了，不去了。哪里你知道吧？斯里兰卡。不知道。要出国吗？对。就前两天爆炸地方嘛。哦。死200多个人，那鉴于安全就不出去了，否则的话，万一变人质麻烦了。对。出去玩。最重要的还是安全，其他，对吧？你们女人在外担心安全，男人也担心安全，一样的。像你出去旅游，你最关心什么呢？一个吃，一个住呀，这两样是最最关心呀。在后面的那景点，对吧？对。路线也方便了，现在可以做攻略呀，赶上了。嗯。什么？现在可以提前做攻略呀，然后看哪里有好吃的呀、好玩的呀。对。像以前的话，就是哪哪都不方便。现在要想做很多攻略了。你老公大概是平时不太想管什么事，不太想管事的。对，什么都不操心。他可能工作比较忙吧。他不忙，他天天跑着玩。他家里就他自己，然后他自己在管他。他就以前上学也不行，就是属于那种眼高手低的。打游戏了。打游戏，他反正没压力，他就那么多年，就是因为没压力，他就天天就也没动，啥都不想干。前段时间去年回老家，跟他朋友一起到我们老家，就是去那个乡下去。去那个啥，去挖河，就那个政府的投资那种工程呀，去挖河去了。天天早上6点多开车去接工人，然后完了那个看他们干到6、7点回来。没有他们，那他属于监督他们了。对，就我婆婆就说，哎，他儿子懂事了是吧？现在知道干了是吧？得夸的。我说一个男人，你不养家糊口，你天天就想着。玩干嘛的，然后啃老。那现在你不干，你那孩子都大了，是不是？对，现在他的主力是他爸妈的主力。当时我婆婆他觉得他年轻，对，还觉得他还年轻。哎呦，你反正你们什么我都给你们弄好了，你们就自己。他就是什么都不用你操心。所以男人还是多担当点。他日子过得多好多好呀！我说，你们总有老的一天，对吧？总不可能靠父母可以呀。那独养独生的吧？对，就独生子。独生子那很宝贵。应该说，他这个家庭的问题，
父母都是没文化，然后就只会宠。其实现在孩子不懂惯，越惯越惯越不会，只是害的，啥都不会。对，你只是害的，越放越好。现在是男孩要放。在里面再打光一层，打了半天才这么一片呀、啊！再打光一层好不啦？再打光一层应该不好看了。有外层可以盖什么的，没问题。你怎么弄那么久才弄这么一片呀、啊？跟你讲话讲得比较开心嘛。很酷。好，开始啊。那你现在你父母在他父母在这附近的啦，就在上海的啦？没有，他们现在在老家做生意。哦，来做生意。那你平时就跟儿子两个人是相依为命。对，他让我们回去来的，因为小孩反正大的是要回去，这是上学。
这么粉条估计这块不是很顺，估计平时你梳辫累的关系，累的关系。我这份头发不是很顺。嗯，我估计。因为我今天扎了吧。哎，我扎的管扎累的关系。哦，今天扎了。你这扎一扎这位置，因为明显没有那个你。我扎的话都扎高了。因为明显没有你下面头发顺，所以我估计就是这个原因。今天都扎高了，高马尾。散的话头发太多了，都分离了。一身比较短短靴，哎，短的。上次剪了个女孩子，哎呀，就前两天我剪了个女孩子剪光头嘛，她头屑爆多。我同学也很多了。嗯。我就是隔一天必须得洗头发，隔一天你要不洗啊，哎呦那头发就。说明你们两个人内分泌都比较旺盛。也可能的话，天天太多了就洗干净。内分泌比较旺盛的女孩子。看着是你隔一天就洗，其实没洗干净过。这两天遇到的女孩，她叫我帮剪光头去。她我问她你是为什么要剪光头？她说长这么大没有任性吧。所以她还要找电视台帮她来做直播。我说不要吧，我不要把我拍进去。那还等着她帮她做什么？我说你不要把我拍进去。毕竟我这个人不喜欢那个很，我这个比较低调，不太喜欢那个很。公众化，他可能想着任性就把头发剃光，那就他们信仰的，就属于那种很活跃的。我前两天碰到个女孩子啊，以前碰到，就是因为几年前碰到个女孩子，是还有一次，她在大学里面学艺术的，跟你差不多学艺术专业的吧。她说她想剪光，剪了十年了。她剪完光的时候，看你在拍那张写真，啥写真啊？那谁说的那？不是为什么张照片啊，我放在空间里被作为什么违禁照片，其实没有什么那个，虽然有点小小暴露啊，但是不算，我认为不是那种淫秽黄色的，它是那种个性化的，它怎么样的衣服，它就是很胖的紧身服，当然就是那个胸上没有出来，就是下面还是有的是吧，紧身的，然后手上绑着绷带，然后在脸上卷曲，在后面一种黑夜里弄的云雾缭绕就出来了。哎呀，我觉得简直太酷了，大片即是。我这样头发没出去了吗？它都剪掉了的。是我见过最有个性的女孩子。这个痘痘，这是有，身上都没有痘痘，就这里长了一个那么大的，以前都没发现，后来头痒，挠头才发现。
皮肤还不错的。我这个干脆发个光景色，我相信你。对，到时到时见。好，这可不能再给我刮光了。啊？这上面可不能再刮光了。这要刮吗？上面不刮了。这层帮你刮掉吧。这层我也不太很喜欢刮，刮到时候那个光把你刮破了。可以帮你刮一下吗？这里。刚刚讲了是吧？你是交大那边换的，换车换地铁了？对。我这以后长出来肯定很难看吧？嗯。以后长出来应该很难看吧？还行。长出来要比往外炸呀，因为盖不住了吧？外层上层头发把盖住，上层头发。不是，上面虽然说长的盖着，但是它下面长出来以后，它肯定要那么短，肯定要。跟蚯蚓一样炸的吧？会炸段时间，看你头发的硬度怎么样。你是偏硬的是吧？嗯，对，我头发硬。但是我有没有买个推子，天天把下面剃光看？同时买个像，再帮你帮你刮。这边那边后面有那个叫什么东西？有那个旋。有旋呀、啊。嗯。怪不得那头屑都洗不掉。嗯。应该是不是就是那种真菌感染呀、啊？差不多。你身上我他妈天天洗都洗不了，都也隔一天都痒的难受啊。你身上有癣吧了？身上没有，就头上。毛多地方容易得那个得毛囊方面病。是吧？我所以我头发不能留了，再留。这里帮你推掉了，这里。这前面不要推，我怕到时候长得不好看。最起码后面的还好点，好点，所以这不太影响。要怎么剪？不要影响我从前面看的长度，还有整体的。这种发型最帅，我剪过很多，不是没剪过，这您尽管放心。我这要是直接跑到理发店，让人家再给我修修，人家会不会问我发生什么了呀？就说其实我想个性吧，
就是想让他们帮我剃光头，后来我想要后悔了，我也不剃了，这样可以说吧。这里还剪那么短呀、啊？靠外形。剪的真软的上面，这上面也剪那么短，到时候长出来会啥样呀？其实一般都剪那么短。不用剪错的。八九啊，小蛇。八九年我在干嘛？八九年我好像读四年级了。这剃的太短了，你这不就属于贴头皮剪了吗？对。我这以后长出来怎么办呀？难看死了。不可靠，剪多了。你只是剪掉的多，然后人家后后期长你又看不到。以后你要刮，我帮你刮好了，我免费帮你服务。好吧，找你服务那太麻烦了，还要过来是吧？对。那等等，哪天我走过路过时候找你好了。我还老是喜欢叫你姐，主要感觉你特别像我那个什么，我高中时候一个老师蛮像的。高中时候的老师。嗯，蛮像的，所以话我看到你就叫姐。其实我比你大。
就能盖这么的后面？没问题。我感觉好少呀，我感觉就是好像没有似的。就这个给你。嗯，好。我感觉也给我剪的像人家推荐的，那么少后面。摸不到了呢。我跟你以前对比没啥区别，你以前多少厚啊？那你剩下的，你给我这样剪齐吧，不要再那样剪。我知道，我知道怎么剪的，剩下的你放心。你再给我那样剪，我就没法推。我，你放心吧，来。哎，我能推剪的吧？这剪的。我给你拍张照吧，好吧？心里没底，我帮你拍张照。我看不到后面呀，后面感觉没有了嘛。后面我帮你拍张照，来过来。看到没有？可以的，没问题。哎呦，不痒。我心里都有数的。那你可以了，不要在那剪，直接给我剪齐。耳朵下面是吧？啊？耳朵下面是吧？就前面的尽量长一点。我这怎么剪？就剪齐，然后到这里，到这里，剪齐。剪齐，剪齐好剪吧？没问题。剪刀在那里，那里有剪刀。那我能狐狸狗吹？有头痒得很，我要回去赶紧洗头吧。先别剪得太短了，这份不要是吧？那这份头发我说我就做这个也是没用的。对，这一部分要也没用。这程度好了，可以吧？可以。对，感受一下。哦，可以。可以挂耳朵后面呀。后面不要剪太短啊，要不然把我那刮光的都露出来了。你会扔垃圾？我这头发剪了还能头发多了也有一点好处，对吧？对，你看我两边给我剪一样，两边剪一样。我们沙发那边长点，对，左边长。因为它挂到耳朵后面，它拉下会弹上去的。你这边不要动，你不要动，我要跟你这边来对齐的。对啊，你给我剪齐。你不要这边，不要往后面晃。放心吧，美女。人至少是一个姿势啊，没问题。我的头发留了好多年了，中间也剪了好多次了。下次再找我，几个。下次再留多少年呀？下次你再见到我的时候，留长头发太累人了。留长头发天天，哎呦，洗的我都够了都。
看着啊，我慢慢转啊，转过来啊 ，OK 啊。就要了。这没办法。看有些要没绑到的吧。绑面缺算，这没中人。一点点，这也不是掉那么多。好，差不多了。